欢迎我的女主角进场。这边也是影片要送给你的女主角，女主角 ，Hello， 站在这里。等一下，接下来邀请我们男主角，就让我牵着你，就让我回复。
委屈，我会永远有你在怀里，让你汗湿到一起。就让我牵着你，就让我维护你，自从你出现在你生命里，让我并不能得到和他，让我们的爱的家永远吧。你们的掌声在哪里？你们的欢呼声在哪里？开心吗？惊喜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OK， 今天这一切都是为你而做的，喜欢吗 ？OK， 首先今天在这个特别日子里，我想要送你一样东西，所以以后这个日子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你而做的日子啊。首先，我想送你一样东西先。这个东西也是我们之间的回忆，我们邀请我的女主角的妹妹啊，带我们的女主角去换衣一下。这是我们的女主角进场，你们的掌声。接下来还有一个惊喜要送给我们的女主角是男主角特别为你准备的。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女主角的爸爸妈妈进场。要供大家观赏，我们把眼光目看向我们的荧幕啊。好奇怪，好久不见，我们应该2年没有见面了。
亲人就需要就是队员呢，就希望你们就是幸福的携手度过明天，祝你幸福。Hello， 新贵，看到我们你们很惊喜了，我相信你的生命会去开了吗？一起长大的我们，看到你找到阿万幸福快乐的生活，我们都替你感到开心哦。希望你们永浴爱河，甜甜蜜蜜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然后其实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心情也是很激动，很高兴你能找到一个可以跟你一起携手共度余生的人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他是对的人呢，就不需要再犹豫了。祝你们幸福美满快乐每一天。神奇嘛，你看我找到这个牌坊，回 What? I love to see engagement of 回 and what? 想多了，其实这个是 I love equal you walk. Anyway, 祝你们恩恩爱爱。希望以后啊，我要在你生日那一天请我喝茶 ，OK？ 哦，我也要，我要一杯茶加一只鸡。鸡王，还有那个阿万呢，阿万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我是他喜欢的 Bangkok 妈咪啊，你不要吃他啊！我也是故意放过你。好，就、okay. 到时候婚礼见喽！祝你们长长久久，恩恩爱爱。接下来我们把现场交回给我们的男主角。Hello。哇，我也是很紧张啊。我瞒了你差不多一个月多，差不多啊、因为我知道你，我已经是我暗示你几次，我讲说我们几时要去拍照，每次你跟我讲说。你有跟我爸爸妈妈讲吗？要讲先哦，没有讲不行哦。我知道，这个是肯定的啊。所以今天啊、谢谢你们在场的啊。所以啊、先这里想要谢谢啊、三姨张啊、整个家庭，还有志怡啊，然后还有小姨，然后。啊，还有啾啾呢，啊，啾，谢谢，然后还有啊，还有外婆，啊，还有从小啊照顾贤惠长大的外婆，真的谢谢你啊，还有当然就是啊贤惠的弟弟妹妹啊，尤其两个妹妹都配合我啊，还有南方的这里的 Amy。谢谢，还有 Miss Girl， 谢谢，然后还有新辉的闺蜜好朋友，谢谢你们，全部都有讲到、哦、OK 啊、OK， 然后还有这里啊、我想啊、这里做一个承诺啊、我们在啊、我正式来到你家啊、正式的时候来你家做客的时候。啊、你爸爸妈妈有对我说啊、要好好的。然后三月份我准备的时候，我早早其实新年时候已经要准备了的，过后拖，然后这种是一种承诺嘛，所以我就在上个月，然后去店找啊、爸爸妈妈，然后和有跟他们讲，然后你爸爸也是一样，要好好的。其实这个好好的意义就是说啊、希望对我女儿要认真好好的一起啊、因为两个在一起啊、并不容易啊、所以我在这里对啊、我的未来岳父岳母讲一声啊、
我会对心会好好的，请你们放心。好。OK， 然后 OK， 就我把这个花。OK， 所以今天来到这啊最后阶段，真的是最一个感谢就是你，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不容易，谢谢你的坚强啊，坚强才有今天的我们啊啊，我们会好好的啊，所以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好、啊，请你认真的听。希望我们以后一起互相扶持，一起走下去啊！所以我想问你，黄新慧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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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愿意。吹过那么凉爽安静。